最终赌注。有魔女跟陷阱就可以了，来骰到多少？哦，一个四还 OK。来啊，有魔女，太棒了！那我们这边就直接出了吧，突袭魔女。好，发动效果，等得太久，不想把这里炸掉。来，骰到多少？一个六，太神啦！有魔女了吧？啊，没有魔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庆，今天呢要来介绍我们的自闭一回杀牌组啦。那么 KC 杯刚结束，不知道大家打了多少分呢？那么阿庆最高的分数有打到20000多，不过后来掉到10000多，蛮可惜的。但是呢，在 KC 杯的时候还蛮常遇到这个最终赌注的暗鬼啦，就是我们左边这一套。那虽然我不太知道怎么组，所以我就大概的组了左边这一套啦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原本是组法是怎么样，因为 KCB 没办法看对方的牌组，所以我就组了左边这一套自闭的一回杀啦。那我们今天就是用 KC 非常流行的这一套来挑战有没有机会上游戏网啦。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传说三哦，已经2连胜了，我们只要再3连胜就可以上游戏网啦。那我们就直接开打吧 ，Go！ 那这一套的技能是最终赌注嘛？那它的玩法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一直龟牌哦，一直龟，然后到适当的时机哦，直接最终赌注，然后魔女清后台加上变身暗鬼这样一回杀。好，那我们这一场遇到的是乌鸦，我们直接来看一下。哦，这个起手非常好。那有一张变身，我觉得可以留在手上了，盖2张地雷啊，直接结束啊。好，好，对方是一个黑暗女武神 ，OK， 打过来手上有东西哦，他的手上有那个电火，那我们就直接伤判炸他，他就没有办法二重电火啦 ，OK， 没问题，好。又抽到一张变身哦，来，我们这边直接结束。刚刚停顿哦，所以手上二重电火。那这边他如果他覆盖一张怪兽，那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好，分段之壁。那我们这里还不要开技能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开了。在下一回合，因为我要丢2张牌嘛，那我变身想要留着、哦。所以等一下再多丢一张，好，要进骑士直接超二重之力。那这边可能会他可能手上一样捏着这个哦，他要直接把我破坏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然后二重电火连锁炸后台，玩得不错。好，没有关系哦，我们还有一张万能地雷。那其实这边地雷不一定要开啊，因为等一下要一回杀嘛，所以我觉得先不要开好。我们生命还蛮充足的，那这里就差不多要开技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发动技能吧，来，最终赌注，有魔女跟陷阱就可以了，来骰到多少？哦，一个四还 OK， 来啊、哦，有魔女，太棒了！那我们这边就直接出了吧，突袭魔女。好，发动效果，炸场，一个二重电火，没有关系。来，假面变身，好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漂亮，只是我很怕他盖起来的是雪人哦，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们直接打过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来，哦，一个化合兽养牛，养了一头牛，是化合兽养牛。来，这边直接变身，
练两次就赢了。来 ，bang， 最后一击，乌鸦祸根还想跟我斗，门都没有啊！下去，太神啦！好的，目前已经三连胜了，我们再赢两场就上王了，继续来挑战吧。好，抽牌位附近了 ，OK， 来继续来挑战。好，这一场遇到的是凯撒亮。那凯撒亮技能我就不太清楚，因为电子四奥义现在比较少人用。好，一个先攻，欸，我觉得起手还不错。好，直接盖三张吧。哦，直接盖三张哦。反正一开始就把它当成自闭玩啦，啊，OK 的。哦，对方直接结束，不知道是什么牌，我们也直接结束啊。对方可能也是要等牌凑起还是怎么样，不太清楚哦。那我们就结束吧。这边开技能，如果甩到一就惨了。我们还是慢慢等啊，慢慢等，除非抽到那个什么决断小子哦。好。一张变身，哦，我们继续结束。对方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？都不知道，他到底是玩什么，看不太懂。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在等魔女还是什么的，所以才这样哦。那我们其实，我觉得可以先开技能啦，不然等得太久，就想把这里炸掉。来，宰到多少？一个六。太神啦，有魔女了吧？啊，没有魔女，太扯了，居然没有魔女，居然没有抽到魔女，有点扯，有点扯。哇，没有抽到魔女啊，那有点惨啊。啊，魔女在最后六张，哇，有点惨，有点惨。哦，对方覆盖一只怪兽。啊，有没有魔女啊？哎呀，魔女来了，魔女来了！来，我们这边就直接把这个后台牺牲掉，来炸一波！哦，宇宙旋风跟局部性，好，我们这边盖一张地雷，直接攻击。究竟什么牌组是 UA 吗？哦，御马剑兵控兵，哇，御马剑兵，居然是御马剑兵，哈哈哈，哇，好可惜哦。哦，没有关系，那我们今天算是有点挑战失败了，那我们就继续来，继续来打了，那我们来打最后一场，非常可惜哦。其实啊，如果刚刚那一场赢，这一场就是可以直接上王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能服输啊，继续把我们最后一场给打完吧。好的，最后一场遇到的是利希德，让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你起手还 OK， 来，我们这边就盖两张结束。好，对方如果是利希德，非常有可能是无限陷阱地狱哦，那非常适合我们魔女来炸他的后台哦。结果是一个亚马逊，那其实最近亚马逊也是蛮强的哦，在其实有人把它归类为 T1 亚马逊控制牌组，搭配那个滴滴的攻击者非常难打。好，我这边要不要开一个万能地雷呢？我觉得先不要，我想要把它跳出来的女王炸掉。好，哎，不是女王，是亚马逊剑士哦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直接炸掉 ，OK。
好，刚刚对方亚马逊王女有检索吗？好像没有检索，所以盖着的肯定有这个，他盖着肯定有集喜哦。好，盖另外一张雪人，我觉得他一定有集喜。如果集喜，我们就地雷给他开下去，或是分段扣他血都 OK。好，一个集喜，好，一决高下。这边又要发动效果了吗？没有。来，我们直接地雷啊，开下去。OK， 炸掉。哦，这样就好了。就集喜又一只亚马逊贤者，好，算你狠。来，这边开分段，因为会被炸，直接开分段，扣800 ，OK 的，把我们除外了。好，我们有一张变身哦，那我这里，我直接这边直接反转，把它炸掉就好了，哈哈，我们直接反转把它炸掉。好，那我这边也不开最终赌注了啦，直接撞两下看有没有机会哦。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机会。哦，我在猜他可能在等我暗鬼出来，然后才肯开他的后台，所以有可能是加拿大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非常，我讲的非常准哦。果然是加拿大啊！我们这边再打过去看看，又停顿了，分段或者是那个，应该不是，应该是分段啊，应该是分段。如果是什么波纹，应该早就开了，波纹或地雷早就开了。哦，亚马逊一只，啊，居然是亚马逊一只哦，非常的凶狠。好。直接跳两只哦，哇，那我们这边有点危险。如果他抽的是怪兽，还好不是，还好不是，幸好不是抽到怪兽。如果抽到怪兽，我们就有点小麻烦、小尴尬了。好，这边感觉有点危险，来抽牌。哦，没有停顿，我们先盖一个波纹防护罩吧。嘿嘿，这边直接结束啊。没有停顿就是公宣坑啊，我们就看对方哦，转手聪明啊，好好，先波纹防护罩 ，OK OK， 可以可以哦，好，我这边实在是不太想要开技能，所以就直接这样打吧，好，打过去分段之壁吧。应该是分段了，因为只有公宣才有停顿。哇，有点小紧张啊！哦，要跳出来了。来，我们有地雷，等他，打过来吧。换人地雷 ，down， 漂亮。好，来一个变身，有没有？分段之壁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。其实我想要开最终赌注啊，所以先拿在手上好。这边会被降到800，对方剩100，应该还是直接打过去啊？分段吗？哦，果然是分段之壁哦，我猜的非常准哦，哈哈，对方剩100血，等一下就最终赌注来打一波啦。哦，又盖了一张牌，结束了。好，我们这边直接来吧。最终赌注，丢，啊，甩大一个五，漂亮。好，这里有点危险，我不太想炸，炸出来亚马逊剑士站着我们就死了，好可怕、哦。还是先盖牌好了。好，我们直接打过去啊！万能地雷，漂亮！除了吧，加拿大虫刚刚丢进去，技能还是没有白开哦。
太神了。好啦，那虽然我们今天没有挑战成功，但是呢还是有展现这一套自闭的强度啦。如果大家喜欢阿庆今天的影片，就帮我点一个喜欢并且分享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每天晚上六点不定位发布影片。各位亲粉们，我们下次见，记得呀呀呀呀呀呀。